哇，好大只棒棒糖哦！剪上面哦，剪上面，上面不是，对，上面那边。怎么那么爽？嘻嘻。草莓香肠，草莓花做完四十一百啊！草莓花做完四十一百啊！草莓香肠，谢谢很大颗，包跑去哪里了？这里是哪里？哇，好大！哎呀，对，大湖酒庄。哎呀，好大！看草莓，我去看草莓。好的。草莓面。草莓面了。草莓蛋卷呢？这是什么？草莓糖果吗？草莓糖啊，是吗？不知道。草莓香，这个是什么？草莓，草莓凤梨酥，草莓酥，抹吉，草莓抹吉，哪里？冰淇淋吗？这是奇异果冰淇淋，这是巧克力冰淇淋，这是草莓冰淇淋。哦，里面就是有草莓，这个都一样的，然后这是柠檬，这也是柠檬。就看到棉花糖了。妈妈，这个，这个，草莓果送给同学好不好？草莓冰淇淋耶！啊，草莓冰棒，现在换草莓冰淇淋。你想吃吗？嗯，想吃冰淇淋。啊，吃了冰淇淋。拿起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拿起来看，哇，好大只棒棒糖哦！耶！冰冰，我拿水饺，刚倒掉。好吃吗？这是什么？草莓，什么冰？草莓，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你不要吃，你吃。哎，这拿好哦。你自己拍，我拍一个照片。好了，好，拍一个。好，拍好了。过家家。后面是什么？后面那颗是什么？草莓，对不对？那你在吃什么？草莓贡丸是吗？对不对？贡丸，搞笑。哇塞！好，我们终于来到草莓园了。弟弟采草莓喽。我最敢洗，我最可以洗啊。妈妈，这个很大颗。妈妈，这个不错。你剪呢？剪呢？剪上面哦，剪上面，上面不是，对，上面那边。不要剪到白色的哦。我要剪哦。你剪大颗一点哦。小心哦，我们
捡的时候要扶着草莓，不要让它摔倒，因为草莓太脆弱了。这里还有，自己可以捡。不要压倒，它很脆弱。轻轻放，对。爸爸是吗？太圆了。对啊。这个可以。小心剪哦。好。很棒，第五颗啊、哦。也剪第六颗。妈妈，我发现这里很多很多。可以走这里，我可以。好，上车。这里。你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剪，什么不能剪。烂烂的不能剪，很绿的也不能剪。很绿的不能剪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们都是小宝宝。对。然后你是还没熟的。嗯。要剪很红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要很大颗。弟弟，你在做什么？切草莓。啊！洗手啊！走了。妈妈推，推推推推推推推。我看你的草莓，嗯，好棒。哇，厉害哦，慢慢放下去哦。好，走去这边。走，然后去找。没关系，你直接剪就好了。小心哦。剪下去。对，顾好它。我发现这里了。对。草莓车来了。哇，草莓车来了吗？你今天骑草莓车吗？有没有看到草莓？这边可以踩，快点，这里。这边可以踩一个草莓。哇，草莓车走了，这颗找到了，对，这颗，这颗、哦、弟弟要剪哦，好，弟弟剪，哇，剪起来，好红哦，要剪这颗来，这颗这边还有一颗，这边还有一颗宝宝，哇，嗯，好。太长了，宝宝帮拿着，给，好的，宝宝拿，帮拿，宝宝帮拿，你剪。哎呦呦，那么爽！谢谢。舒服。打开自己剪，哇，剪起来在哪里？剪的好小，你看好大颗哦，没有？嗯，有，要很好了，弟弟那个不用剪了哈，这超会，我们去剪别的。会不会累？不会，不会，但是真的很累，很累。剪草莓好辛苦，我剪草莓好辛苦。弟弟要剪一颗喽，哇，好棒啊！这个可以，但是真的真的很扁，这个捡起来了，捡起来了，开心。好，收下了。是我们的草莓哦，爸爸。哎、欸，你看这里好红哦，你这里好漂亮哦。啊，这个可以，我看。漂亮啊、哦，这个可以。嗯，这个可以。连在一起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谢谢。啊，太长了、嗯、轻轻的、然后这颗也可以，这颗也很红，这可以吗？对，哇，哎呀，真好。
要这边喝，弟弟来捡，弟弟，好，等你眼泪，弟弟捡着喝，好，弟弟打开，打开，我捡，好，弟弟捡，我弟弟捡一次，哇，弟弟捡好了，小朋友也要吃掉。不能吃，对不对？不能，因为要用多功能洗，多功能洗衣机才可以吃，因为它要变干净，然后吃了没有洗会啊肚子痛。弟弟，看，这里好红吗？弟弟，你看，赶快剪。好了，我们采完了，走吧。采了多少？我们看一下。哇，好多！爸爸采了多少呢？你看，哇，超多的。爸爸，哇，自己摘的草莓最好吃，对不对？哇！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，拜拜。